在开赛季他的三分线命中率非常低哦。这边换成甜蜜的得分，乌斯波的争抢，前面辛特利，而在交的时候被甜蜜超截成功。这一波钢铁的回防很及时哦。打开对手之后，分给蓝少辅，右边底线的机会，蓝少辅投进这个三。辛特利出来持球，直到心脏地带，选择拉杆自己出手。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说我？底线王立翔这边来一个三分，继续来推快，接球对抗后球掉，来换前面铁米要来修他一把，双手扣篮，这个扣篮已经钢铁的手上。铁米弧顶这边有一个投射机会，飙进三分球。朱鹏再把球给带出来，朱明 get 到篮底下，铁米大转身白进两分，复制野兽林志杰的招数，再放球没办法给到铁米。这边还是给进去了，啊，这边执意要打，哈哈，因为赛车夫直接拉到外面了，里面停，自己欧洲步跑过来，篮底下人很多，一个简单的空档，底下铁米，第二时间，最后他摆进这两分，靠的是个人能力。赢到领航员，他守到桑尼，我印象也是很深刻哦。再交张博威，篮底下发了空接进来，关键两分。中线外围来切入，找队友辛特利，垫步收球到篮底下被挡了下来，铁米拉下这个防守篮板。铁米这个防。